2015年第50届罗审华埠小姐选美决赛在环球影城的希尔顿饭店盛大举行，16名的佳丽经过了激烈的竞选呢，最后是由黄嘉欣脱颖而出，勇夺后冠，并且她还要代表洛杉矶到香港来参加2016年的国际中国小姐选拔。 Our queen is number 8, Alice Wong。 宣布名次的那一刻，获选皇后的八号黄嘉欣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戴上后冠和彩带，新任皇后优雅走台步。这个名次得来不易，是从另外15名过关斩将的佳丽中脱颖而出的。而今年的比赛也格外意义重大，因为代表华埠小姐选美比赛迈入半个世纪。Looking back, I can tell you this pageant has been through thick and thin, with many ups and downs, through the teamwork.Which many of you know, I emphasize a lot. We work through it year after year. I'm prou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e a part of this important program for the 50 years. 决选比赛上，佳丽们一会儿换上性感泳装，展现好身材；一会儿要穿着华丽晚礼服，凸显气质；最后换上传统旗袍，展现婀娜多姿的好体态。不过，光有美貌是不够的，佳丽们展现内涵，带来排练多时的集体舞蹈。 随后还要随机抽取问题进行机智问答，最后所有佳丽来张大合照。虽然比赛结束了，但期望佳丽们所代表的中华之美能继续传承下去。而想要一睹佳丽风采的民众，还可以参加2月21日的华埠金龙大游行。东森新闻马丽婷、李宗尧、洛杉矶综合报道。